逐只遍及全球的你感记酱料，不单止餐餐陪住你，为每一餐增添美味，更以卓越品质闻名于世。三个世纪，经历超过130年的蜕变成长，由创业之初只生产蚝油和虾酱两款产品，发展至今时今日拥有200多款产品畅销全球。李锦记从创办人李锦常先生，到第二代李少南先生，再到第三代传人现任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，一路走来艰苦奋斗，甜酸苦辣，永远创业精神成为这个家族企业的推进器。我加入的时候呢，李锦记就在香港皇后大道中262号地下一个铺面，员工人得几个，真的初初很艰难。李文达先生接管家族业务后，凭着其个人的毅力、视野及决心，贯彻务实、诚信的经营理念，不单止坚守家业，更加是永远创业，将李锦记由小型工作坊发展成为全球拥有6大生产基地、产品行销世界的跨国企业。当年上任时公司财政紧绝，李先生坚毅不屈，由零开始大展拳脚，他实行大胆改革、锐意创新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，李锦记更希望可以实践有人的地方都有李锦记。近年透过同中国航天事业合作，李锦记产品成为太空人的助餐酱料，在无垠的太空都有李锦记，将中华饮食文化带到世界每一角落，为每一餐增添滋味。李文达先生总是强调私利及人是他做人宗旨，这个理念不单止反映在待人接物之上，更体现于李锦记的产品品质之上。李文达先生继承父辈们对产品质量的坚持，以守护客人食用安全为要务，提出以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为企业使命，坚守100+1=0的品质管理理念，对错误零容忍，严守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，确保全球消费者食得安心健康。李锦记一直以心公益，积极回馈社会，捐建学校，更出资起桥筑路，提升家乡生活交通网络。2010年，李文达先生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童子经星章，2018年再获颁授银紫荆星章，表扬他长期支持香港的慈善和社会服务。继李锦记囊括了香港名牌、香港卓越名牌及香港名牌10年成就奖之后，李文达先生凭着成就、信誉、远见、领导才能及贡献方面的杰出表现，荣获2019年香港杰出品牌领袖奖，成为首个获得这个最高荣誉的香港企业家。李文达先生带领李锦记乘风破浪，不断向前，缔造了民族品牌的不朽传奇，为香港品牌文化树立了一面激励人心的精神标签。